大家好，那今天是来到广东烹饪潮菜专委会的第五届理事会就职典礼，现场呢又食咗经典菜品啊，创新菜品啊，食咗点心。然后今天现场呢来了非常多嘅咱潮菜全国嘅制作精英大咖啊，热闹非常，发叫大家来听。张伟呀，你好，你进来。你好，师傅，是吧？是吧？咪就走过来啊！我哋嘅食呢，来过来，郭大师咯，郭大师，郭大师，来跟大家介绍嘅，这个是咱是咱家己广东地区最个能得吃点心师，非常厉害，人也厉害。两位郭大师跟我妈妈，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讲两句，来来来，麦克给问老虎，是吧？你好，大家好。在下大家对入去个。大师好，大师好，好的。可以了，导演不敢打算到今天。谢。咁咧就是咱兼职行雕嘅经典菜加创新菜品嘅点心。李会长，哎呦，哇，你好，飞哥，你大驾光临啊！哎，过来看看，哎，啊，欢迎，应该的，好，好久不见了，好像照一下，啊，哎，你好，广东烹协余力副会长，谢谢，好，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来，感谢你来，好。来，掌声有请我们副理事长上台。好了，今次是
潮菜专业委员会第五屆理事会第潮菜顶落做交接工作。那么今天大庆典呢，非常欢喜个，就介绍全国着来自全国各地个非常多个潮菜名都啊，大家咱个各色个岗位上呢，拢是为咱个潮菜发光发热。那么咱个潮菜个发展甲创新，也有来传递个潮菜人个共同努力啊。那么希望落来啊，咱只潮菜行业会得到大家咱个关心甲爱护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那么潮菜未来会更美好，多谢大家。